大家好，我是开水。田丰这边也被网友爆出了很多黑料。汪涵曾经在节目中提到，田丰的朋友圈都是女生，弄得田丰啊当时很尴尬。如果真如小易爆料的那样，田丰处事老练，不止一个受害者，那不就对应上了？谷志新说啊，有一次田丰啊搬家，在收拾鞋子，他想用田丰的电脑玩会儿游戏，看到电脑旁边有几个 U 盘，谷志新呢就随便拿了一个插进去，结果啊里面全是美女的照片。谷志新就问田丰啊，你什么时候当上导演了？这么多美女的照片用来干嘛？田丰说啊，他们全是女朋友，他比较念旧，交往过的女朋友啊有一些美好的故事，所以用照片保存下来。而沈梦辰呢，曾经在一档节目里啊爆料田丰有三个女朋友，而薛之谦则表示啊，不是三个，是三天两个。而网上有人爆大料啊，邻居用餐人员发文称呢，田丰和小易约会的那一晚，他感觉田丰和女生呢像是在相亲。这句话信息量比较大。